为你们之前说8月3以后去的台湾人不会再救了，讲完还是会继续救吧？有需要你们帮忙，你们还是会做吧？我们会排序的，就是因为其实政府已经不断在宣导了。好，我们把一些机会让给一些比较紧急有需要的。了解。你是要去哪里？警方亲自出动，直接在机场拦截。但诈骗集团除了吸引这些所掏金诺的年轻人，还锁定弱势族群将人骗出国，就把他割了一个肾，然后肝了切了一部分，让家人以为找到好工作，亲手奉上自己的孩子。彰化一个年轻人遭集团骗到柬埔寨，但他口齿不清，无法做电话诈骗，更无法运毒，最终被摘下一颗肾和部分肝。诈骗集团甚至要求阿嬷拿钱赎罪。今日返国，仅唯一命案件已交由警方侦查，但这些被害人的器官大量在黑市流窜，不同部位开出不同价码。会计事务所顾问王宝华就透露，排队换肾10年的朋友曾接到器官移植招揽，到东南亚换肾标榜来源充足。过去 WHO 曾统计，每年约有万件黑市非法器官交易，再三奉劝想出国的民众千万别让自己身陷危险。来看看哦，报纸看到这样呢，网络新闻一大堆啊，咱今报新闻线每天在报，结果今天去游玩够有人要去，对，没错。那么警政署长黄明章啊，他知道来一大条对吧、这个事情太严重了，有好几千个台湾人呢去柬埔寨等地方啊下落不明，所以已经责令全国所有的警察单位派出所啊，针对这目前下落不明的4000多位，听清楚，4000多位，那么每个家庭呢想办法去关怀到底发生什么事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是有人，你看新闻每天报都被迫要付出2万多美金啊，那2-3万美金好几十万才能够回来，有人付了150万、200万都回不来啊。还是有大学生的情侣呢硬要去，警方想尽办法要挡啊都挡不住等等。还有一对这个年轻人呢，警方已经到柜台苦口婆心劝说，我们警方只能劝说你硬要去我也没有办法。一个礼拜本来3班飞机不在，现在暑假旺季变成8班了、警方刑事警察局的国际科会同台北市刑警大队破获了一对情侣在新北市，他们这对情侣已经在这几个月成功把100多个人呢用骗的方式呢已经运到了柬埔寨去了，他帮你从台湾各地接到台北来，然后提供住宿给你哦，然后带你去这个外交部呢领事事务局去办护照。紧接下来他还因为有些地方要你打疫苗的那个证明对不对，他还伪造小黄卡直接登音啊，你知道吗，单剂证明啊，直接给登音啊。最近发现他们这些诈骗集团啊，他不断的这个人说那么变更他们的诈骗方式。最近有人收到，那么是舞者跳舞的收到柬埔寨公司邀约表演，那么你们整团来和你们整个这个舞团啊过来啊，包机住宿酬劳10000美金啊，大概相当30万台币等等吧。然后呢，你觉得应该不错啊，几次跟他们那个人家 check 也觉得不错，干什么、可是他们赫然发现他的电话号码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幸好有警局、那紧接而来呢，后来啊跟他们谈起几次了以后、他就问他一句话，那你为什么不找其他的比较有名的舞团啊，还是其他的怎么样啊、那经过几次以后，那他们心生怀疑啊，所以他决定不去。还好他不去，为什么？因为他找了别人去了那找了别人去以后，骗一个泰曼，现在骗一群人。你想想看哦，如果万一是一群人都过去了以后，车子一载，你如果再到，你说我还可以反抗，对不对？有男生我可以反抗。我问你，你如果遇到一群拿着枪支的这个坏人啊，还是军人啊，你怎么办？你就完蛋了，你的手机被没收，然后的护照被没收，然后就把你推进去了以后呢，那么你不做诈骗，我就把你卖掉。不卖掉就给你摘器官，这不能开玩笑的。另外还有一个要非常非常小心，为什么呢？刚刚讲的是用表演的方式来骗去，另外一种方式是社会的弱势，他们更不敢报案的那个社会弱势，说用什么8大行业。各位过去都只听说，有没有只听说嘛，现在真的有人8大行业啊，之前不是疫情期间嘛，酒店啊，特种行业啊，行李不后被迫关门嘛，那这些小姐，这些上班小姐，这些坐台小姐，她还是要活下去啊，她还是要照顾家里啊，然后她还是要租房子，她还是要都要用钱啊。开始出现酒店经济没见你到柬埔寨来，然后呢，那么还有甚至于还讲到说，哇，你来了要高薪伴游啊，因为我们这边是高级人呐、高级的这个等于说这个消费群呐、这些商务客呢，那么来了以后，
啊，一天伴游费用可以高达新台币10万块钱。你听到10万块钱很多，对不对？你就去了，去了以后糟了，为什么？各位套路都是一样，去了以后还是一样，成为人口贩运的这个飞行钱啊，甚至有黑台湾的黑帮集团专门做这一档事，跟人家勾结了以后，那么转眼之间赚了超过5000多万了、啊。现在连招揽旅游代办贷款什么东西都有，如果你不配合啊，关上狗笼了以后呢，还是把你关进狗笼殴打、啊、喂你吃狗食啊，甚至于在身上那个电击啦，然后都要用刀子在你身上割等等啦、啊。各位，归根结底一句话，千万不要再去了。现在有告诉你，从杜拜啦、中东啦，一直到东南亚这些国家，跟你讲有高薪可以去那边赚钱、存钱、买房子、干买车子，然后最后请你一起去，就算是你最亲密的朋友，听清楚，最亲密的朋友也可能出卖你，绝对不要再出去了。护照人蛇集团女首脑走出外交部领事事务局，被警方逮个正着。你涉嫌人口贩运防治条例。警政局追查这位来自彰化的41岁张姓女子，就是人口贩运集团的主嫌。每骗到一人送到柬埔寨，就可以获得10万元的酬劳。目前已经有50多人受害。警方调查集团成员在脸书上社团偏门工作等等，发出高薪资讯，应征打字员、设备维修人员等等，看似正当工作，要吸引想发财年轻人上当。他们会先把被害者骗进旅馆，集团负责出国前花费，包含所有吃喝玩乐，等到签证护照办妥，直接将人卖到柬埔寨，吸引急需工作然后抱发财梦的年轻人来出境。从今年5月初开始，陆续指挥旗下成员林某等3人来负责接受、办理护照以及 PCR 检测以及相关订购机票等工作。集团把所有细项记录在纸本，警方查看，从7月20号到现在，已经有50多人受害。而女主嫌从5月就开始经营人蛇集团，所以还会再继续清查是否有更多人被送往柬埔寨。我是要保护你们的立场，知道吗？而其中有5名受害人正要出国，警方赶到机场劝阻他们回头是岸，可能去了就回不来。警方目前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组织犯罪条例等，将3名嫌犯移送法办，其中张姓女主嫌跟林姓男子有灭证串供。至于遭到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TVBS 新闻吕正成、梁凡一台中采访报道。只见女子手拿着资料走出户政事务所，后方男子低着头看手机，紧紧跟在她的后方。只不过他并不是同行亲友，而是特意来盯着女子行动，因为女子被拘禁了。而整件事情会曝光，是因为在15号清晨4点多，新竹东区一处路口发生行车纠纷，33岁何姓男子以及另外2人持棍棒、空气箱砸车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组成专案小组搜索受案者租屋处，过程中意外发现一名21岁女子神色慌张，而且外观还有明显伤势。警方调查才发现，原来这名女子遭到私刑拘禁，将被送往泰国。经过同仁锲而不舍的追查，及时的成功救援。经过深入的追查，共逮捕6名人蛇集团共犯，后续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人口贩运的集团。警方发现这名遭拘禁的女子即将被送去泰国从事诈骗工作，立刻逮捕6名嫌犯。16号经检察官讯问后，认定他们是人口贩运防治法、妨害自由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回还好警方及时发现，才没有让被害人被送往异国。近期求职诈骗案频传，民众一定要睁大眼睛，别轻易落入求职陷阱。TVBS 新闻陈世明、廖子盼新竹采访报道。他一直强调说，可是很多原住民过去了，然后而且有很多都是我的朋友，都是一个揪一个过去柬埔寨。清一色年轻人以为出国掏金，实际到部落了解在地工作机会有限，年轻人在外讨工作，刚入社会薪水不高，求职又容易碰壁。根据统计，3月到8月中，警方接获柬埔寨人蛇诈骗案全台344件，新北、高雄、屏东占前3名，其中屏东41件最多。大概剩下几成在部落里面？很多人啊，很多人出去还是出去啊？本身因为他本身的职能不足，
薪水太低的他可能不但愿意去做。海外淘金弄罪，为了断绝海外求职诈骗，104人力银行盘点了高风险国家，关闭179个海外求职职缺，希望降低诈骗风险。虽然媒体这两天已经一再的报道，虽然陈建已非常清楚告诉你说，柬埔寨现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你到了柬埔寨，你不但你的财产不保，你性命也无望。而且更可怕的是，你可能会被抢在一个器官。而这么可怕的事情，没有想到，港府中很多人还是执意的要前往柬埔寨。你现在机场你可以看到说，很多人排档等不到柬埔寨的班机，还是翻翻就买。就算是政府派了警察在这边劝导，还是很多人执意非去不可。那想这些人到底脑袋在装什么？就看到现在还有人在骗，现在还有人在鼓吹说，哎，你不要去相信柬埔寨宛如人间炼狱。他说他是毫无逻辑。他怎么讲？他说你要来工作，你到桃园机场，我马上就转30万到你的户头，我还让你做商务舱，我让你做 VIP 的快速通关，我付你30万现金当薪水，就代表我是你老板。哎，叫你打电话就拿电话，叫你打电脑就打电脑，而且刚刚讲的，我还是现金马上给你。你很难想象，经过这样的不断的宣导，现在不断的这样说明，就现在还有人相信这个事情，而现在柬埔寨到底有多危险？